那么帅，那去接你的新娘子了。哎呀，我是戴院长，我不去谁去接呢？哦，那当然的，戴院长就是要去接准院长夫人的。你不要求我嘛。哎，如果贾熙市长得很漂亮，你会去追求她吗？其实外表虽然很重要，但是我觉得人品个性更重要。如果她的人品个性都不错，你会去追求她吗？哎呀，你一直逼着问我这问题干什么嘛？ 随便问问，好奇啊！我想重视主要是看有没有缘分了。如果有缘分的话，你会去追求他的。哎，我看出来了，玫瑰，你在吃醋对不对？我吃你，我看你呀，越来越像要是劫了，厚脸皮，去去去，赶快去接你的院长夫人了。院长女儿只要有玫瑰一半，那就好。志愿者，你还支援什么你？不是有人强行入境吗？天哪！你赶紧给我回医院去。好，你给我带到车里面，你不能给我出声音。报告你，一个负责任的党魁有责任让自己的党员返回家乡。党魁，党魁，怎么让他跑出来呢？ 我告诉你，就站这儿不要动。你在这儿看电视，听到没有？电视台有没有派记者来采访啊？有，我已经通知那个记者到医院去开记者招待会，好不好？你在这看电视，不要走开啊！你迟到，他会跑出去。 看电视嘛，你又乱跑。奇怪，怎么党员都不见了呢？啊，本党党员的流失，那是我们党工人员的失职，回家一定要查办。再重新招募党员，要不屈不挠。各位父老兄弟姊妹们，我是党魁，本党。 你好，我是武断。哎，院长叫我来接你。不要看电视，你要看我，因为我是党魁。这是目中无人，像这种的党员一定要开除。赶紧，请上车。开门呢？不是这步，是那一步。 等等，我还等。党徽，你过来，快上车。不，你，哎。
掌柜，你干什么？你坐到后面去。你当我是傻瓜吗？要是有人暗杀我，本党就完蛋了。我怎么来，怎么去？掌柜，掌柜，掌柜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喂，后面那个是谁呀？你亲戚啊？不是不是，他是医院的病人。什么？你居然把病人带出来？哎，不是，他是偷跑出来的，他躲到后车厢的。掌柜，你们出来！不是有人暗杀我？我看他不会出来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你觉得我这套西装怎么样？还有我的呢。嗯，难看，向日葵。耶、yeah, ，定做的。现在最流行的、哦、你们这个穿的人模人样的干啥啊？我要追求假西施假小姐。哇，好帅啊，都穿上西装了。谢谢。我来不谢谢。我当上院长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给大家加薪。马之脸长。至于这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我要开除一个人。谁呀、啊？白冰心！你们，你，我不要跟你们这些落榜的人计较。哎，怎么没有看到我们的白马王子姚大夫呢？哎，你们在想念我吗？啊，姚大夫，你今天好帅哦。Of course。帅帅帅，气帅帅。哎，这个武大夫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啊？会被出车祸啊！一定哦，带贾小姐去暗岗。小心点吧！我的天，你开这么快，你这是美国回来的？哎，道道，你转过来，转过来，你快点！哎，什么？下车！对不起，我的车要从外面开。还有什么？我呀、啊，我差点被人家谋杀了，对不对？我说坐在后面才安全嘛。党魁那还是必须要有相当的智慧。同志，我们党里缺人，你可以参加吗？这位小姐，请问你是来看病呢，还是来探病？请问你是病人还是医生？这个重要吗？重要。如果你是病人的话，我会请大夫多给你打两针。如果你是医生的话，我会请我 daddy 立刻教你走路。什么？你 daddy？ 哎，他是卫生署的署长女儿吗？不行，可能是那内政部长的查某囝哦。你错了，小姐。请问你是不是姓贾？啊，院长的女儿？哎，对对对，你们怎么知道？她叫院长女儿哎，她是贾西施贾小姐。哇！赞！你好，我是姚世杰姚大夫，不知道你可以叫我贾。哎，我叫林来武啦。我叫吴月彤。嘛，叫那么大声干嘛？就是一只蟑螂嘛！可是我会怕呀、啊！你怕什么？你不会怕？我看蟑螂碰到你，被你都吓死了。来福啊，去喷点杀虫剂。啊，是。哎，慢着。谁说可以使用杀虫剂的？哎，贾小姐，杀蟑螂不用杀虫剂，难用手抓不成啊？没错。啊？医院的药味本来就不好闻，使用杀虫剂，难道你想造成第二次环境污染吗？这位小姐，很抱歉发生这种事情，关于失职人员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医院是谁负责的？立刻给这位小姐换头等病房，住院期间一切费用完全免费优待。哇，太好了太好了，那我要多住几天哦。这位小姐还满意吗？
这是我们医院的头等病房。嗯，好极了，这张床睡起来好舒服啊。嗯，免费的当然舒服了。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请随时通知我们。